体育运动。好痒啊！哎，走开！啊！不要吵了。太帅了，怎么看都帅呀！哦，今天做些什么呢？蒂拉，蒂拉，你的报纸来了。好主意。我应该多做做运动，哈哈，没错，我来了。嘿，嚯，嘿，我，射门，进球了！左勾拳，哇，这可真是，那个词怎么说来着？无聊，得增加点难度。这不是我的跑步鞋吗？哈哈，想到了，跑步就这个，错不了。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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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
跟玛丽亚娜分享做运动的好处，不然可就太自私了。早呀，玛丽亚娜。还早吗？这都下午了。那对我来说，没有吃早餐，那就还是早上。你吃吧，自己拿。哦，你为什么跑个不停呢？因为我开始运动了，不像你。你可别捣乱，快下来。哦，把那给我。哦，我说了，我开始运动了，我建议你也一起来。嗯，谢了。为什么你不去别的地方做你的运动？别在厨房捣乱。玛丽安娜，你有果酱吗？又要果酱了。抱歉，派加果酱更好吃。让我来，快点给我下来。下，哎呀，下派雨了。你在做什么？果汁，冰制酒，汽水。看来我还挺厉害的嘛。嘿，哦，还好有我帮忙，他可差点害死我们了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哼，你好，班哥，我是来跟你谈正事儿的。好吧，什么事儿？你是金拱镇的神童，对吗？当然了。那你说跑步真的有好处吗？当然有啊，运动能让你强壮，这些书里应该有例子。星星在哪儿？天上呢。耶，总之锻炼能让你更健康。那你怎么不锻炼？糖果啊。我锻炼我的大脑啊，这也很重要。你为什么要藏？我的书，文学、字典、化学、物理、生物，还有我背上的书架要倒了，四角函数，还有一本，完了，帮帮我，接住我，我要掉下来了。
些书还真是挺锻炼人的。啊哒！哇！我可是个糖果神探。糟了！范迪，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吗？你好。哦，看看你这儿这些新潮的玩意儿啊！那是什么？